千秋扬名，万古流芳，满人中年。丹心照汗青，铁血扬家向上。好，你就说吧。臣要太后即刻发兵伐宋。我国连年干旱，粮草不足，何以伐宋？区区宋朝何用千军万马？有我一个叶玉妃就够了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儿！难道咱们大辽四万百姓的死活就看你一个人？放眼辽国天下，哪个是有用之兵了？那照你这么说，你带来的这两个人也是无用之兵喽？一试便知。好，你们两个就走两招。太后，你相信了吧？好，我就命你为伐宋大元帅。光是元帅吗？那我就给你一个痛快，等你把宋朝江山取下来，我就让你统治宋朝，封你为保国王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三个月之内，你等着我灭了宋朝回来领赏。小太后连年出兵犯扰大宋，也未免太欺人太甚了。看来这场战争是免不了，我们得早点准备才是。圣上所言甚是，我大军早已准备妥当，只候圣上降旨发兵。可是寇丞相，你跟随先皇多年，朕对你也是敬重三分，你还有什么不敢说的呢？那就恕臣直言了。我大军虽然兵精粮足，依然闻风丧胆，可是现在还缺少统兵的元帅呀。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。军无帅，犹如国无君。寇丞相，依你所见，谁最适合担当此重任呢？臣以为担当此元帅重任的只有杨家的人。又是杨家的人？为什么一定要杨家的人呢？圣上，杨家一门忠烈，也曾为我大宋江山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。可是现在杨家竟是些妇孺之辈。还有杨六郎啊，杨六郎他已经受了伤了，怎么能够领兵征辽呢？圣上，六郎现在已经痊愈了，除了六郎以外，臣认为没有当当元帅之才。哼，我就不相信我们大宋江山难道连个元帅的人才都没有。寇丞相，你立刻去安排教场比武，谁获胜者朕就封他为元帅。臣
恳请圣上一再多加深思。好了，你不必再多说，立刻照我的吩咐去办。辽人蠢蠢欲动，我大宋江山又要动乱不安了。娘，娘，八妹，娘，什么事？五哥他，五郎怎么样？五哥，娘，五郎，娘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娘，孩子，快起来。五郎，你这一出家，娘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请娘恕孩儿不孝。这也是人各有命，本来娘还怪你，怨你不顾杨家，而且连杨家的事情竟然不闻不问。孩儿虽然身在佛门，其实心中仍然思念着娘和弟妹们。你这样不是又犯了情戒了吗？既入空门，就该六根清净，情欲不勤，既然心里苦念着杨家，就以招魔相，不如回家算了。以招魔相，以招魔相。胡郎，如果你肯回来，那我们杨家也多个帮手。娘，孩儿若回杨家，也只不过为大宋多杀几个辽人。孩儿若回五台山，还可引渡芸芸众生。嗯，听你说的倒也很有几分道理。五郎，那就随你吧，娘不再逼你。娘，六郎他被耶律飞打伤，孩儿进去看看。现在不要紧了吧？娘，他只是被逆血封了经脉，刚才孩儿已经为他打通了，待会儿就没事了。六郎，六郎，六郎，现在你总算醒过来了。娘，五哥。秋水呢？秋水为什么不来见我？啊，他去给你抓药去了。我记得当时中了耶律飞一掌，当我要晕过去的时候，耶律飞还要破我的天灵盖，有一个人过来救了我，那个人到底是谁呀？娘，那个人是不是秋水？秋水又不会武功，他怎么能够救你？我要去找秋水。六郎。亮，五哥，你们不要再骗我，救我的那个人是不是秋水？秋水他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秋水死了，秋水，他把他追回来，是带他到祠堂来见我。
娘，跪下。六郎，平日娘是怎么教诲你的？竟然为了一名女子，退丧到如此程度。秋水是个好姑娘，她死的冤，她死了，你难过，这不能怪你爹、大郎、二郎，还有你七弟，他们死得更惨，我心里何尝不难过？可是难过又有什么用？我们杨家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难过解决不了问题。也许你认为娘太冷酷无情，谁让你身为杨家人？身为杨家人，心目中只有朝廷，没有自己。娘，杨家的人也有七情六欲，但是你太注重儿女私情，你就在这儿仔细的想想。娘，娘，什么事？八妹，我听了一个消息，圣上命寇丞相主持教场比武，要选出征辽大元帅。什么？圣上要教场比武？分明是轻视我们杨家。我要上殿去面圣，去争个是非明白。寇丞相，臣在。朕命你办的事，办得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元帅人选？启禀圣上，此事臣等已经从速办了，但是要找出一位文武全才的人，确实不易呀。哼，我就不相信我们大宋满朝文武，难道连个元帅的人才都没有？此次征辽之事非同小可，臣等自然要慎重行事。好了，你也不必再说了，朕知道你又在替杨家的人说情了。杨六郎确实是元帅的不二人选。杨六郎他伤势初愈，又怎么能够担当此重任呢？天国府佘太君觐见。宣。宣天国五色太君觐见。太君叩见圣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太君平身。谢圣上。太君，你来见朕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。请圣上恕臣妾直言，此次征辽，我们杨家人都被蒙在鼓里，难道说我杨家家破人亡，连报效国家的机会都没有了吗？太君，朕是念你一生转战沙场多年，也该在家享享清福了。我杨家的人只要有人能动，没有人愿意在家里享清福。可是杨家现在尽是老弱妇孺，又有何人能挂帅呢？好一个老弱妇孺，那么我杨家六郎是老弱还是妇孺？杨六郎他现在伤势初愈，又如何能够临阵对敌呢？一军之帅重要的是列阵用兵，临阵对敌只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。列阵用兵所耗心智体力更甚于临阵谋略，杨六郎的伤势初愈，怎么能够担当此重任呢？杨六郎不能担当此重任，那么臣妾我呢？太君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自古以来哪有女子挂帅的？女子男子同样是为了报国，为何不能挂帅？太君挂帅一定会遭到辽贼耻笑。征辽之役如果一战而败，那就不仅仅是被人耻笑而已了。太君，朕是念你年已老迈，
又何必在沙场上奔波劳苦呢？我看圣上不是怕我年迈，而是怕我不能、不够、不配挂帅吧。太君，朕并没有这么说呀。好，满朝文武论起列阵用兵、经营谋略，哪一个人比我佘太君行？圣上，若论用兵，或许不如太君，可是一个统帅大军的元帅，若是不能以武技服人，恐难当统帅之责。哦，将军的意思是，一定要我在武技之上胜了你，你才会心服口服。那么好，我们不妨试试看。哎，太君，将军的武技乃是大宋之首，要是胜了他，大军自然是心服啊。启禀圣上，不如叫他二人当殿比试，也好即刻封帅，准备征辽。嗯，好吧。可是双方比试，非比临阵对兵。将军，你可要手下留情哦。圣上让将军手下留情，那么就认为我是败定了。将军，就请你手下留情了。不敢，请。将军谦让。得罪了。将军谦让。太君神功盖世，真是老而弥坚。圣上，太君既已得胜，请圣上定夺。好吧，太君听奉。臣在。太君，朕封你为征辽大元帅，即日起发兵征辽。遵旨。失职失职了，军军，军军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军军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什么事嘛？大呼小叫的！哎，快把兵器拿出来啊！是的。怎么了？又惹是生非啊？不是了，啊，你们还不知道，辽国又下了战书要侵我大宋了。皇上命人征辽，太君已经挂了帅了。是啊，哎，而且我们两个被封为这个开路先锋了啊！是啊。哎，快去啊！你们还在这儿干嘛？快去拿 啊！怎么还满脸的不高兴了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这次能够跟太君一块去杀辽狗，你们也应该高兴呢！啊，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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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咱们这下子又能比了。嗯，看谁杀的辽狗多。哎呀，色鬼呀、啊！就凭你那两三下，还敢跟我比？你不被人家一刀把鼻子割下来，已经算不错的了。你以为你武功高啊？你瞧你这么胖，跑起来像阵风的，每次打架一个开溜的就是你。你说什么啊你啊？我说实话啊。我来，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才怪。教训我？咱们要比高低的话，战场上见。走，那我们走了。我们走了。根据我们派在辽国的探子汇报，他们并没有万全的准备，怎么敢兴兵犯宋呢？那他们凭靠的就是耶律飞的武功了，偏偏我们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。临敌对阵也不全靠武功，所以说得好，万人难当渔夫之勇。我跟他拼，就算不能胜他，也可以牵制他。对，娘，六哥说的对，只要岳丽妃没有余力对付别人，那我们的战事就胜利了。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勇无谋。再说，一个是伤势出余，一个是武功荒废了，
如果你们与岳丽妃动手，恐怕是白白的送死，与事无补。娘，你这样子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嘛。不要多说了，六郎，你负责战阵，调兵遣将；八妹，你负责押运粮草。至于岳丽妃的事，由娘再来想办法。那一定要找一个武功盖世的人跟岳丽妃对抗。算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即使不能力敌，也要智取呀。元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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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？柳大侠，柳大侠回来了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是柳大侠又回来了。是啊，快，你们随我去迎接柳大侠。好好。到底尘缘未了，阿弥陀佛。太君，大侠，大家都很想念你呀。多谢太君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老身正有事情要麻烦你。对，辽国已经下了战书，梁被封为征辽大元帅。恭喜太君，不知道有何事要我效劳？还不是为了耶律妃之事吗？娘，我们还是进大厅再说吧。天时一路赶回来也很辛苦。阿弥陀佛，柳施主大功告成，可喜可贺。贫僧早就知道你尘缘未了，今日果然回来了。那我才练得成多情剑呢。施主取笑，请。太君请。请。天池，这次征辽最大的难题还是耶律妃，必须有一个武功甚为高强的人与之对抗，那我们其他的人方可全力杀敌。这个重任我看是非你莫属了，只不过多委屈你了，一旦不知立刻撤退。如果我撤退，岂不是全盘失败了？届时我也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我想你我二人联合对抗耶律妃，总会打个平手的。太君，您身为元帅，必须率领大军，怎么能够分心呢？您放心好了，耶律妃就交给我一个人应付。天池，这件事不能勉强。我柳天池只不过是一介草民，能够为国效忠、为国捐躯，也不虚此生。况且我已经练成多情剑法，相信可以跟耶律妃一拼高下。天池，我已经练成了。八妹，你又偷偷的练武了？没有，娘。还说没有，老实的招出来。娘，那天耶律妃来犯的时候，我刺了他一枪，我突然发现我用上了绝情剑意融入杨家枪中，所以我就偷偷的练了一段日子。唉，你还敢练绝情剑法？你忘了绝情剑法害得我们大家有多惨呢？娘，可是我练了那么久了也没发现什么。阿弥陀佛，这必然是杨家枪法隐含了浩然正气，冲淡了绝情剑法的邪恶力量。这样一来，我就可以和天池一起对付叶绿飞了。多情剑，断情枪，有情无情，无向天地。八妹，天池，你们二人随我上五台山，贫僧也许可以想出一个对付耶律妃的办法。万事万物皆有其道，离自道，觅别道，则道不可觅，徒增烦恼。天地人间皆有其情，断自情，觅别情，则情不可觅，徒乱道心。有情无情，
天地。阿弥陀佛。辽国朝中无大将，一定是要靠耶律飞的力量来灭我大宋。哼，萧太后也真是太大胆了。天池跟八妹的武功真的能够克制耶律飞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。只是苦了那些无辜的百姓。辽国要灭我大宋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梁，有什么良策？我一时还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娘，娘，太君，六哥，你们都回来了。五哥，六郎，恭喜天池和八妹，剑枪合一已经练成，这下一定可以克制那耶律飞的魔功。哦，那正好。我们正在为这件事伤脑筋呢。对了，我们就要出征了，你可要跟我们一道去。我已远离尘世多时，再说身为佛门中人也不好再开杀戒。五郎，你就要回山了吗？是的，娘，请恕孩儿不孝，不能够为爹及各位兄弟报仇。这样也好，我们杨家历代造了不少的杀孽，虽然说为的是尽忠报国，但终是开了杀戒。五郎，你可要为那些枉死的百姓们多做些功德。孩儿谨遵教诲，孩儿在此先向娘告别。天池、六郎、八妹，你们如果有事的话，可以到五台山来找我。天池，这一战关系我大宋江山，还要仰仗你鼎力相助。太君言重，我柳天池能够为杨家尽一点绵薄之力，万死不辞。等明天过后，历史上再没有你们杨家的人了。宋军的先锋部队已经到了，看来果然军容齐整。那是一群乌合之众。耶律飞，辽国兴亡全靠这一仗了，你可有把握获胜？太后，您放心，只要杨家人一死，宋大军自然会崩溃，咱们就可以乘胜追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杨家人个个奋勇善战，你一个人挡得住吗？太后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你既然自认能够获胜，好，传令下去，大军在此扎营，明日两军对阵。传令下去，大军在此扎营，严加戒备，以防耶律飞半夜劫营。是。八妹，今天大家都早点休息，明日一战你二人要特别的劳累了。是。焦赞、孟良。是。你们两个人至前方打探敌情，然后到我营中来，我有要事相商。是是。娘，你也早点歇着吧。你们都去吧。眼看着又是一场灾祸要发生了，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人家破人亡。
继业。你在地下有知，要保佑我早日平定这一场战火。这宋辽边界在太平的时候还有几户游牧人家在此为生，如今只剩下一片荒烟蔓草。但愿此举能免去一场干戈。参见元帅。不必多礼。大军扎营情况如何？禀告元帅，大军业已安顿妥当。好，我有一件任务交付二位。末将听命。这儿有书信一封，你们去到辽营面呈萧太后。萧太后，辽营。不必多问，速去速回。记着，不可与任何人起冲突，尤其是小心耶律飞。是。慢着，这件事情不可让六郎他们知道。末将遵命。我一直觉得杨家自从金沙滩一战之后人才凋零，必然不敢带兵前来。哼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佘赛花竟然挂帅领军，而且军容鼎盛，想必是有备而来。哼，杨家算不了什么，依我之见，太后你也不必劳师动众。话虽然是如此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有大军来替你略阵的好，免得中了他们的伏兵之计。太后你也太多虑了。哼，这佘赛花是诡计多端呐，咱们可是不能够不小心一点。启禀太后，宋朝使者求见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闯我辽营，以牙双杀。在。出去给我斩了。是。慢着，两国交战不杀使者，你去把他给我传进来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想跟我玩一些什么花样。是。哪一位是萧太后啊？好大的胆子，还不跪下觐见。耶律飞啊，我们是来见太后，又不是来拜菩萨，干嘛下跪？我就是萧太后，你们就是那个佘赛花派你们来的。哎，大宋征辽大元帅致辽萧太后书信一封，请过目。这佘赛花竟然会给我一封信，这真是蛮好玩的啊。好，你回去告诉你们那个佘赛花，只要他敢我就照做。好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严律飞啊，每次我们见面都被你打得鼻青脸肿，今天可不一样，你连我们跟寒猫都动不了啊！哈哈哈哈，咱们走。好，你们今天嘴硬，明天我要叫你们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
娘，由我和天池来收拾叶立辉。且慢，传令下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许动手。八妹，拿着。娘。太君。娘。不必多言，也不要跟随我，我有要事跟萧太后商量。娘，你这一去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让女儿跟你去。住嘴，你敢抗命，拿着。是。好，你自己送上门来找死。慢着，叶丽妃，佘赛花她既然没有带兵器，咱们也不能够暗算人家。我这就出去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要跟我玩什么花样。走。久仰杨家佘太君的威名，萧太后统治辽朝多年，我也久仰。太君昨日命人传信，可有什么要事相商？太后，你可曾想过，你我两军交战多年，有多少人因而丧命沙场，有多少人因而家破人亡？两军交战，伤亡是免不了的。那些孤儿寡妇们，他们就应该过那种日子。太后，你连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？他们是值得同情，不过为国捐躯，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杨家人一门忠烈，想必明白这个道理。太后，你我都身为女人，一个女人只要不愁吃穿，在家里享受到天伦之乐，又何必在战场上奔波劳苦呢？不错，咱们女人家一生忙忙碌碌，养儿育女，无非为的就是得享天伦。再说太后贵为一国之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？这不是太苦了自己吗？为什么不在宫里头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？佘太君，你说得好听，享天伦之乐，哼，你忘了，我夫死在你夫之手，我的女儿因为杨四郎而自杀身亡，要我享天伦之乐，我没夫没女，晚景凄凉，我哪来的天伦之乐呀？金沙滩一战，战死我夫杨令公、大郎、二郎，我儿七郎被奸臣所害，万箭穿心而死。这些打击，我佘太君都当下来了。太后乃是女中豪杰，难道就不能为大局设想？哼，你还有杨四郎、杨五郎、杨六郎、杨八妹，我可是什么都没有了。你若担心无后，我杨家四郎是你辽国的驸马，他可以留在身边，永远的侍奉于你。那不一样，我要我的女儿。公主之死，我一直内疚于心，但是这样冤冤相报下去，仇恨何时消呢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么些年来我打仗也打厌了，这一次要不是耶律妃坚持要战，我也不会出兵的。哼，耶律妃一直自认为武功盖世，可是如今我家八妹和柳大侠他们已经练成了剑枪合一，足以碰他的魔功。哦，那这一仗我就没有得胜的希望了。我不相信。太后，这不是意气之争的时候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双方各撤兵30里，先消除眼前的冲突，等我回营之后，我再命人前来商议撤兵之事。这也好，那我就先撤兵。太后信得过我吗？咱们是同病相怜，老寡妇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够相信的呢？等天下太平之后，我还要请太君到辽宫一游呢。好，我也该请你到我天波府做客了。
传令下去，大军撤退30里。什么？太后，撤军。我自有道理。太后，今日良机，稍纵即逝，撤兵，我耶律晖定不答应。太君小心。太君怎么样？好。已经掉下山崖，可是不知所踪。算了，哎，今日本可善终，耶律晖仍然恶性不改，擅自抗命动手，这也是天意。忠烈，如今却只剩下我这个老太婆，带着六郎和八妹还留在天波府。求列祖列宗多保佑这两个孩子。元帅，你在皇权地下有知，也保佑六郎和八妹。八妹，现在天下已经暂时太平，你的病也完全好，我想我也应该走。天池，其实我很喜欢跟你走，可是我不能说走就走。身为杨家人，所谓杨家鬼，我相信你很了解我。换成是你的话，你是不是也会跟我一样呢？我了解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也一样。既然你了解，那我也没什么好埋怨的。其实不成为夫妻，成为朋友也不错。以后你要去哪里呢？我会先到我爹坟前看看，然后浪迹天涯。那你要保重。你也保重。这一次分手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了。天池，你还记得上一次临别的时候我跟你说的话？当然记得。八妹，八妹，我该走了。我真心话，我是男孩就不会这么没有用。好，后会有期，镇定。
战报不平，偶然交臂逢知己，我为你挥刀起舞，挂剑不离离。我是风，卷起一场连环雨。我是风，我是一股焦躁的风。我想我是疲倦了，少小离家老大难回，日日重复无尽的漂泊。磨损两鬓天霜，夜里独对宝剑的星光。我是雪，轻轻敲打故乡的门户。